者肖雨涵台北报道，2018竹北市元宵灯会已高四五公尺的微笑台湾土狗福犬抱喜旺新年为主灯，并结合灯光秀与音乐，元宵晚会请到白冰冰主持，并邀请蔡秋凤、赖明伟、林俊逸、李千娜等歌手演出。赖明伟以我上大声、情似这条路等曲开场，林俊逸接着写起洪荣宏、张学友以及林炳辉等人，林俊逸也演唱了一剪梅、玫瑰香等曲，更一度模仿费玉清炒热现场气氛。而台语天后蔡秋凤除了演唱经典的金包银，也带来新歌走不之路，让台下听得如痴如醉。此外，李千娜则担任压轴演唱，明日则有吉娜罐子、陈鸿明、森林乐园、林大靖等艺人于现场演出。林俊逸左模仿费玉清炒热现场气氛，中是提供白冰冰左与蔡秋凤交情好，中是提供台语天后蔡秋凤演唱经典歌曲金包银，中是提供赖明伟以我上大声、情似这条路等曲开场，中是提供